孟婆现在大概剩50%，50%，剩一半。那我北门红恰恰2.4亿债务剩一半，富卢捞金做直播。红恰恰忙着打工赚钱，因为4年前宣布破产，欠下2.4亿巨债。为了加快还债进度，近期开始到厦门直播，在抖音平台卖自己的字画。他不叫水果，他叫毛笔字。人家都问说这是什么体，我说这没有体，这叫碰体，大概300人民币。衣服大概不会超过40秒，那写的过程收入。我保留一下下啦，哈，就是，状态还不错。那台湾的收入现在市场很萎缩嘛，晚会也少，节目也只有超级夜总会嘛。一个月大概几趟啊？来来回回大概至少要4趟。目前最高的，我才刚播不久嘛，最高到2000多人。那天有一个人上来就很有趣，那个人叫庄成功。他从杭州直接上我的抖音，然后买了一些东西。那孟婆现在大概剩50%，50%，剩一半。而彭恰恰和过去的金主林炳文两人一度翻脸又和解，双方关系是扑朔迷离。不知道哎，没有联络。所以孟婆多久没跟他联系了？半年了吧，因为我这边有人去对接的嘛。那我就不太清楚，就是不会去注意到这一块了。那我问你，对接的人是你身边的人？是自己的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你确定不会在？不会，因为他没有钱。所以大概从4月开始去那边写字到现在都没有休息。没有，我这个人啊，从年轻就只要有工作就不疲劳，没有工作就疲劳。